接林口差不多十万人，十万人哈，左右十万人左右，成长很快。这个是咱台湾乡亲移民的评估啊，所以讲做生意开工厂一家是有潜力和未来性的一个城市。干道七高楼，下台启程，来看一个，看一下一个，经过拢一百年，看一遍拢都过去了。啊，你看头前的气候，感觉阁无够，慢慢啊，感觉有真天气有感觉较热无，真爽快哈。即摆恁来哈，一年四季哦，四季哦，拢天气拢看会着啊，实在是恁是真福气的这福气团呐，哈，福星呐。头头敲着一个电动哈，现在这是中岛的时间哈，我讲阮到了，伊讲好，请你来参观哈。你到都爱听的是电动，休息一下。
一下准点标准的，就是 houseboat 啊，船屋啦。你好，顶头啊，你好，是讲因船啊，顶头跟咱厝啊咧，因边人吼，正常咧观光客，好野人拢咪咧对面的，咧别墅啦。啊，有诶就是啊来这卖这个凉水啊，卖凉水啊，印第安人啊，这就叫水上人家啦。应该讲有一种印第安人吼，一种吼。是咱碧玉省的最大的一族啦，算一个部落的对。啊，你看大叫老一人，五千几人叫上大。印第安人吼，和这个英国人吼，早期占领的时阵，占领的时阵已经迫害了，迫害。在这边山四个东西，啊，所以讲讲上大五千人，就叫英国碧玉省最大的部落。那修书啊，河边还有这修这些地方吼，有一个白鸭镜头像，我说拍个头，一个白鸭镜头像。因为要进花开始啊，但是水果有看淡薄啊，啊你无比无。